盐水镇南宫，盐水镇南宫要供奉周仓将军，周仓将军。哦，你看红炮先锋官呢，庆赞武庙文衡圣地圣诞行法纪临时行公安座会香大殿。哦，夜间故事馆在夜间故事馆的隔壁啊。哦，这你看周仓将军的神教，这放红炮那一天，放红炮那一天要抬出去了。哦，清朝光绪年间，盐水发生瘟疫后来请示关圣帝君，接交代要放鞭炮。周仓将军的神教叫做先锋。哦，镇南殿周仓将军的神教，你看放红炮的时候要那个排，他出现的呢。哦，夜间故事馆，夜间故事馆。